处了一年，然后你俩就啪啪了多少次？啪啪了挺多次，因为那个我真是挺爱他的。哎，那我想问一下，就是那时候你还上学吗？你俩是不是都已经不上学了？那时候都不上学了，因为我就是学习超级烂的。啊，都不上学了。那你跟我说实话，你跟你对象俩穿没穿过情趣内衣？情趣内衣有啊，有过穿过，穿过呀。穿过啥样的？就是在淘宝买的，就是那种，就是制服。啊，制服啊，小护士后面露个屁股那个。啊，制服。啊，那你俩那天啪啪了多长时间？就是从啪啪到结束吗？还是算上前戏啊什么之类的都算上呀？那家前戏也算？你用嘴了吗？这个真没有过。你挺爱他的，肯定有用过。我，哎呀，我操！发誓，雷姐，我发誓，如果我撒谎的话，出门就遇到前车后发的。我不可能，没事，那根本就。你不挺爱他的，你还能没用过？那我也不会呀，我这人活特别不好，就是大家不了解我，我现实中是一个放屁，那谁他妈生下来就会呀？哎，你别说，这玩意儿应该都是生下来就会，小孩生下来不都会裹吗？都，这玩意儿生下来就会的东西，你怎么能不会呢？我这个真接受不了，雷姐，这个事情，我就感觉真的，我真接受不了这个事情。他给你用过没？也没有。也没有，那你俩都干啥呀？不是，那你俩都干啥？那不是相当于啥也没干吗？就是正常啪啪呗。正常的是多正常的事儿啊，那你在上面过吗？有试过，但是我不会。你就那我明白了，你就是在上面的时候，你也是跟死狗似的往那嘎一趴不动的是吧？嗯，是不是不太好？我教你呀、啊，教你呀、啊，你就动它呗，就来回前后。那腿酸呀？多简单呢、啊！你放屁？那是跪着还是蹲着呀？老爷们腿也酸。你可以，你跪着的时候就前后晃，蹲着的时候你就上下动它。一点都不累啊，手把着点，把着他肚皮，要不就把着他大腿。啊，这你回去好好练一练。等我再交男朋友的时候。啊呀，我跟你说，等我再交男朋友的时候。把大腿的时候是俩手，把大腿的时候是这个姿势，俩手在后面啊，俩手在后面，完了是这个姿势，是这个姿势，是这样式的，知道吧？你示范一下子来。我这没有大腿。你示范一下子。处了一年，然后你俩就啪啪了多少次？啪啪了挺多次，因为那个我真是挺爱他的。哎，那我想问一下，就是那时候你还上学吗？你俩是不是都已经不上学了？那时候都不上学了，因为我就是学习超级烂的。
啊，都不上学了。那你跟我说实话，你跟你对象俩穿没穿过情趣内衣？情趣内衣有啊，有过有过，穿过，穿过呀，穿过，啥样的？就是在淘宝买的，就是那种，就是制服。啊，制服，制服啊，啊，小护士后面露个屁股那个，啊，制服，啊，那个啥，那你俩那天啪啪了多长时间？就是从啪啪到结束吗？还是算上前戏啊什么之类的都算上呀？那家前戏也算，你用嘴了吗？这个真没有过，真没有过。你挺爱他的，肯定有用过。我，哎呀，我操！发誓，雷姐，我发誓，如果我撒谎的话，出门就遇到前车后发的。我不可能，没事，那根本就。你不挺爱他的，你还能没用过？那我也不会呀，我这人活特别不好。就是大家不了解我，我现实中是一个放屁，那谁他妈生下来就会呀？哎，你别说，这玩意儿应该都是生下来就会。小孩生下来不都会裹吗？都，这玩意儿生下来就会的东西，你怎么能不会呢？我这个真接受不了，雷姐，这个事情，我就感觉真的，我真接受不了这个事情。他给你用过没？也没有。那你俩都干啥呀？不是，那你俩都干啥？那不是相当于啥也没干吗？就是正常啪啪呗。正常，那是多正常的事儿啊。那你在上面过吗？有试过，但是我不会。你就啊，那我明白了，你就是在上面的时候，你也是跟死狗似的，往那嘎一趴不动的是吧？嗯，是不是？不太好。我教你呀、啊，教你呀、啊，你就动它呗，就来回前后。那腿酸呀，多简单呢！你放屁，那是跪着还是蹲着呀？老爷们腿也酸。你可以，你跪着的时候就前后晃悠，蹲着的时候你就上下动弹，一点都不累啊！手把着点，把着他肚皮，要不就把着他大腿。啊，这你回去好好练一练。等我再交男朋友的时候。啊呀，我跟你说，等我再交男朋友的时候。把大腿的时候是俩手。把大腿的时候是这个姿势，俩手在后面啊，俩手在后面，完了是这个姿势，是这个姿势，是这样式的，知道吧？你示范一下子来。我这没有大腿。你示范一下子。处了一年，然后你俩就啪啪了多少次？啪啪了挺多次。因为那个我真是挺爱他的。哎，那我想问一下，就是那时候你还上学吗？你俩是不是都已经不上学了？那时候都不上学了，因为我就是学习超级烂的。啊，都不上学了。那你跟我说实话，你跟你对象俩穿没穿过情趣内衣？情趣内衣有啊、有过，穿过呀，啥样的？
就是在淘宝买的，就是那种，就是制服。啊，制服啊，啊，小护士后面露个屁股那个。啊，制服。啊，那个啥，那你俩那天啪啪了多长时间？就是从啪啪到结束吗？还是算上前戏呀、啊、什么之类的都算上呀？那家前戏也算，你用嘴了吗？这个真没有过。你挺爱他的，肯定有用过。我，哎呀，我操！发誓，雷姐，我发誓，如果我撒谎的话，出门就遇到前车后发的。我不可能，没事儿，那根本就。你不挺爱他的，你还能没用过？那我也不会呀、啊，我这人活特别不好。就是大家不了解我，我现实中是一个放屁，那谁他妈生下来就会呀、啊？哎，你别说，这玩意儿应该都是生下来就会。小孩生下来不都会裹吗？都，这玩意儿生下来就会的东西，你怎么能不会呢？我这个真接受不了，雷姐，就这个事情，我就感觉真的，我真接受不了这个事情。他给你用过没？也没有。那你俩都干啥呀？不是，那你俩都干啥？那不是相当于啥也没干吗？就是正常啪啪呗。正常的是多正常的事儿啊。那你在上面过吗？有试过，但是我不会。你就啊，那我明白了，你就是在上面的时候，你也是跟死狗似的，往那嘎一趴不动的是吧？嗯，我这是不是不太好？我教你啊，你就动它呗，就来回前后。那腿酸呀，多简单呢、啊！你放屁！那是跪着还是蹲着呀？老爷们腿也酸。你可以，你跪着的时候就前后晃悠，蹲着的时候你就上下动弹，一点都不累啊！手把着点，把着他肚皮，要不就把着他大腿。啊，这你回去好好练一练。等我再交男朋友的时候。啊呀，我跟你说，等我再交男朋友的时候。把大腿的时候是俩手。把大腿的时候是这个姿势，俩手在后面啊，俩手在后面，完了是这个姿势，是这个姿势，是这样式的，知道吧？你示范一下子来。我这没有大腿。你示范一下子，你就上下动弹，一点都不累啊，手把着点，把着他肚皮，要不就把着他大腿。啊。这你回去好好练一练。等我再交男朋友的时候。啊呀，我跟你说，等我再交男朋友的时候。把大腿的时候是俩手，把大腿的时候是这个姿势，俩手在后面啊，俩手在后面，完了是这个姿势，是这个姿势，是这样式的，知道吧？你示范一下子来。我这没有大腿。你示范一下子。处了一年，然后你俩就啪啪了多少次？啪啪了挺多次，因为那个我真是挺爱他的。哎，那我想问一下，就是那时候你还上学吗？你俩是不是都已经不上学了？那时候都不上学了，因为我就是学习超级烂的。啊，都不上学了。那你跟我说实话，你跟你对象俩穿没穿过情趣内衣？情趣内衣有啊、有过穿过，
穿过呀？啥样的？就是在淘宝买的，就是那种，就是制服。啊，制服啊啊，小护士后面露个屁股那个。啊，制服啊，那你俩那天啪啪了多长时间？就是从啪啪到结束吗？还是算上前戏呀、啊、什么之类的都算上呀？那家前戏也算？你用嘴了吗？这个真没有过。你挺爱他的，肯定有用过。我，哎呀，我操！发誓，雷姐，我发誓，如果我撒谎的话，出门就遇到前车后发的。不可能，没事儿，那根本就。你不挺爱他的，你还能没用过？那我也不会呀、啊，我这人活特别不好，就是大家不了解我，我现实中是一个放屁，那谁他妈生下来就会呀、啊？哎，你别说，这玩意儿应该都是生下来就会，小孩生下来不都会裹吗？都，这玩意儿生下来就会，这个真没有过。你挺爱他的，肯定有用过。我，哎呀，我操！发誓。雷姐，我发誓，如果我撒谎的话，出门就遇到前车后发的。不可能，没事儿，那根本就。你不挺爱他的，你还能没用过？那我也不会呀、啊，我这人活特别不好，就是大家不了解我，我现实中是一个放屁，那谁他妈生下来就会呀、啊？哎，你别说，这玩意儿应该都是生下来就会。小孩生下来不都会裹吗？都，这玩意儿生下来就会的东西，你怎么能不会呢？我这个真接受不了雷姐，这个事情，我就感觉真的，我真接受不了这个事情。他给你用过没？也没有。也没有，那你俩都干啥呀？不是，那你俩都干啥？那不是相当于啥也没干吗？就是正常啪啪呗。正常的是多正常的事儿啊。那你在上面过吗？有试过，但是我不会。你就啊就啊啊。那我明白了，你就是在上面的时候，你也是跟死狗似的，往那嘎一趴不动弹，是吧？嗯，是不是？不太好。我教你呀、啊，教你呀、啊，你就动弹呗，就来回前后。那腿酸呀？多简单呐、啊！你放屁！那是跪着还是蹲着呀？老爷们腿也酸。你可以，你跪着的时候就前后晃悠，蹲着的时候你就上下动弹，一点都不累啊！手把着点，把着他肚皮，要不要把着他大腿？啊，这你回去好好练一练。等我再交男朋友的时候。啊呀，我跟你说，等我再交男朋友的时候。把大腿的时候是俩手，把大腿的时候是这个姿势，俩手在后面啊，俩手在后面。完了，是这个姿势，是这样式的，知道吧？你示范一下子来。我这没有大腿。你示范一下子。处了一年，然后你俩就啪啪了多少次？啪啪了挺多次。有试过，但是我不会。你就啊就啊啊，那我明白了，你就是在上面的时候，你也是跟死狗似的，往那嘎一趴不动弹，是吧？嗯，是不是？不太好。
我教你啊，教你啊，你就动他们就来回前后。那腿酸呀，多简单呢，你放屁，那是跪着还是蹲着呀？老爷们腿也酸。你可以，你跪着的时候就前后晃，蹲着的时候你就上下动弹，一点都不累啊！手把着点，把着他肚皮，要不就把他大腿。啊，这你回去好好练一练。等我再交男朋友的时候。啊呀，我跟你说，等我再交男朋友的时候。把大腿的时候是俩手，把大腿的时候是这个姿势，俩手在后面啊，俩手在后面，完了是这个姿势，是这个姿势，是这样式的，知道吧？你示范一下子来，我这没有大腿。你示范一下子，处了一年，然后你俩就啪啪了多少次？啪啪了挺多次，因为那个我真是挺爱他的。哎。那我想问一下，就是那时候你还上学吗？你俩是不是都已经不上学了？嗯，那时候都不上学了，因为我就是学习超级烂的。啊，都不上学了。那你跟我说实话，你跟你对象俩穿没穿过情趣内衣？情趣内衣？有啊，有过。穿过？穿过呀。穿过。啥样的？就是在淘宝买的，就是那种，就是制服。啊，制服啊啊，小护士后面露个屁股那个。啊，制服啊，那你俩那天啪啪了多长时间？就是从啪啪到结束吗？还是算上前戏啊什么之类的？